冇问题，冇问题咧，就我哋继续讲呢个静坐基础班。咁啊，静坐基础班咧，我哋而家讲紧呢个六妙法门。六妙法门咧，系呢一个智者大师同上书无受讲嘅，讲一卷嘅啫。咁呢个六妙法门咧，系一数二除三止四观五行六正。咁啊，呢個咧叫做次第雙生六妙門，咁啊裏邊有十部分嘅十類嘅，但係咧呢度最重要係呢一個次第雙生六妙門啦，即係一數二除三止四觀五行六正。咁啊上一次我哋講到觀啦，咁啊六妙法門咧係不定止觀，即係可以小乘又可以叫做六妙法門，大乘又可以修六妙法門嘅。所以六妙法門咧係乜嘢靜坐都啱嘅啊，所以咧唔係淨係修小乘或者唔係淨係修大乘，所以咧我哋而家坐個聽音樂咧，個都啱呢個六妙法門嘅，只不過將個數嘅時候咧就改一改佢啫啊，一數啊數息數到純熟啦，咁你就跟住就隨息啦，其實調順個呼吸。所以你乜嘢靜坐都好咧，都要調順個呼吸嘅。你無論你用數息觀又好，用呢個北靜觀又好，用慈悲觀又好，用呢個五停心觀又好，乜嘢觀都好，你都應該係要調順個呼吸嘅。因為調順咗個呼吸咧，你先至能夠入定。如果調唔順個呼吸咧，呼吸又長又短啊，又粗又咧，咁你就入唔到定嘅。即係因為你個心都掛住咗第二啲嘢，有嘢掛住你就係定唔到落嚟嘅。咁啊，所謂定到落嚟咧，就好舒服。好似你而家開車咁踩單車踩到熟嘅時候咧，嗰個轆啊自己會轉嘅。咁啊，所以咧要佢自己轉啊，好似我哋而家啲嘢一路運作落去咁，好順利，好暢順。咁佢咧就自己會轉嘅。咁啊，所以咧，无论你乜嘢方法都好咧，你都系要佢自然嘅。要自然嘅时候咧，你用数息观又好，用数息观又好，用听音乐又好，又用呢、一个观灯田又好，乜嘢都需要咧，系调顺个呼吸。所以一数咧就系、第一咧就啱啱调顺个呼吸，第二咧。個呼吸調順咗啦，你就要隨順個呼吸啦，即係知道有呼吸就得啦，就唔使話去練個呼吸啊！唔理話一吸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咁樣數呢個隨息啊，隨完之後咧，隨完息之後咧，你就可以入定啦，入定啊，有時入到定，有時入唔到定，咁啊呢個咧叫做車摩托嘅境界咧。就叫做止，能够收到止啦。一数二除，咁啊除咗之后咧，你就可以止。止咗之后咧，就要起观。如果唔系咧，你成日都静坐嘅时候咧，一静坐嘅时候咧，就入定就好舒服，好舒服。咁对治唔到烦恼嘅，呢个系世间嘅定，外道嘅定同埋佛教嘅定唔同嘅。佛教咧就要对治自己嘅烦恼嘅。嗰啲烦恼咧，我哋平时咧自己唔觉嘅，因为好多世间嘅嘢咧，我哋唔觉嘅，但我哋静落嚟咧，我哋自己觉啦。喺定里边咧，见到嘅嘢咧，我哋就会入心啲嘅。所以叫做要观啊观啊，咁啊观咧有小乘嘅观，有大乘嘅观。小乘嘅观咧就系呢个四念处啦。小乘啊，即系到咗奢摩多嘅境界，观系观四念处：观生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咁啊，呢度智者大师所引用嘅三十六脉啊，呢啲破地四颠倒啊，呢啲都系小乘嘅，有啲小乘，有啲大乘。所以咧，呢个小乘同大乘咧，要分得好清楚，先至坐得好嘅。如果你一下子又小乘，一下子又大乘咧，就证唔到啦。所以一行禅师用四念处嚟证果。正禅宗嘅果，咁啊呢个咧系难讲嘅，佢可能正到都唔定嘅，唔知佢点正啊。但系咧，睇嚟咧小乘嘅嘢系正小乘果，大乘嘅嘢系正大乘果，所以咧叫不定止观，你乜嘢止观都系要数噶啦，乜嘢止观都系即系数，即系调顺个呼吸啫。
咁啊，乜嘢子宫都系垂噶啦，垂即系咧，系你定个乌骨定落嚟啦。咁啊，跟住咧啊就宫啦。啊，你无论大成又好，小成又好，所以我哋上一次讲咗啦，小成就宫四念处啦，大成咧就呢一个你系呢一个。你是天台的宮空架中三宮啦，啊，你是花嚴的就宮法界宮啦，啊，事無愛，你無愛，事無愛，事你無愛，事事無愛，咁你是大成的，大成的就修四尋思正四如實智啦，啊，我哋密宗的周自倫宮啦。咁呢啲做啲大成嘅修法，咁啊呢啲大成嘅修法咧，咁啊呢个咧就可以供到供上下咧，连个供都觉得粗蒙啦，因为你唔使用供嘅方法，啊小成要供，跟住咧供完呢个四念处，跟住就供呢个四谛十六行相、八谛三十二行相，因为呢啲都系要供嘅，你自己要作意。咁你認為咧作意都係粗蒙啦，所以咧你就要橫咧五橫六正啊嘛，橫咧就係話孟法為心嗱，呢個咧講橫者，既知功從心生，若從節境，此即不回本源，應當粉功心，此心者從何而生？為從功心生。为从非功心生，若从功心生，即已有功，更实不已。所以这何？数除子等三法中，未有即现即功故。若从功不功心生，不功心灭为灭生，生为不灭生。若不灭心，即二心病。若滅心法者，法滅法已謝，不能生功。若然亦滅，然亦不滅，乃至非滅，非不滅，皆不可得。當知功心自性，不生故不有，不有即不空，故空無空，故無所功。若功心生，起有境，起有功境。景字相望，宏远之地名为修宏相。上面一段话主要是我们既用心来供呼吸，能供的心能观察到呼吸状态，所以应该宏归于心的本源。他现在就说，因为我们呢现在所有的东西，无论你小成四念处，你都要用心去供，供心不净，供受是故，供心无常，供法无我。无论你大成的空假中三供，你都要用心去供假先，供空先，然后供假。空呢就是这个小成的，假呢就是菩萨成的，中道呢就是佛成的，这个空假中三供。如果你供空供成，咁你就係小成啦。呢個偏空涅槃。如果你呢個假供成咧，咁你就係別教菩薩。別教菩薩咧，別教菩薩咧就係有次第嘅，次第去供呢、這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嗰啲都係屬於別教嘅菩薩。咁啊呢個咧，如果你得到中道第一二諦咧，咁呢個咧。就是佛性，这个就是佛性，就是这个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这个佛性。虽然无生法忍呢都有很多很多层的，就是很多层次的，但是呢都是属于佛性了。啊，所以呢你都是要用心去供的，供假先，然后供空先，然后供假，然后供中。咁如果你係要收呢一個自輪功嘅阿比拉翁傾啊、阿巴拉卡 K， 你都要用意志力去供。咁呢個意志力去供嘅時候咧，咁你因為你成日坐落去就供，坐落去就供。咁你坐落去就供嘅時候咧，其實咧你供下咧，你就覺得即係唔使起供嘅都自己會入定噶啦。即係如果唔使起供都能夠入空咧。咁呢個就呢、這個咧，就係、是、因為你
因为你今日，譬如喺今日，你用攻嘅方法能够入到空定，咁啊呢个第二日又可以，第三日又可以，咁到第四日嘅时候咧，你又觉得呢个好粗蒙噶啦，因为你唔使攻都得啦，一坐入去就系不思议境啦。所以呢个摩诃子攻叫不思议境啊嘛，呢个十重十法成成。十法成成咧，就係要十種方法去正道，去觀咁。一坐落去就不思議境咧，就唔使修第二啲啦。啊，唔使修對字啊，唔使修乜嘢啊，啊唔使修什麼三十七道品啊，啊道品調適啊嗰啲就唔使修啦。因為你坐落去就係不思議境啦。所謂不思議境咧，就係觀個心啊，個心咧，咁你修行咧唔係一坐落去不思議境，不思議境咧。是最後尾的靜呢就是不思議境了。那你觀的時候呢，那你次次都是這樣觀，用心去觀，那你觀觀下呢就不用觀了，就是不用用心去觀四念處，或者不用用心去觀這個空假中，或者不用用心去觀法界觀，因為這個心呢，能觀的心呢是不可得，所觀的東西也都是不可得，所以呢亦都冇能觀，冇所觀，能所兩忘，亦都冇觀呢回事，咁啊呢個三輪體空啦，咁就咁啊正果啦，咁啊正初果啦，咁所以咧，咁你都要有呢一個布施持戒忍辱精進方便願力智，咁嗰個啲次第嘅，即係雖然係正果啊，但係果位都有唔同嘅嘢噶嘛，你能觀嘅心係冇嘅。所觀的境是沒有的，那也都沒有觀想這回事，那就三輪體空咯。那你這個布施圓滿，這個登初地，這個你做到四家行慧，這個戀頂忍法，世第一，戀頂忍慧世第一法，那跟著呢就起四沉思，就正四如實智，觀所有東西都是空的，所有東西呢都是我們的心。我哋吸心活动啫，所有嘅嘢都系我哋变出嚟嘅。咁啊，因为所有嘅嘢，我哋嘅心一喐，咁嗰啲嘢啊出现啦。啊出现，所以嗰啲嘢咧系冇实性嘅，冇佢本身。因为我哋要乜嘢就变乜嘢啊嘛。其实佢都冇话自己系乜嘢，因为点解咧？因为随住你嘅心嘅要求变出嚟嘅啊，所以咧到最后尾你嘅心一唔观嘅时候咧。佢又空翻啦，變翻空啦，所有嘢都冇差別噶，所有嘢都係分喺空度。咁啊，所以咧，我哋知道咧，能觀嘅心唔喺度，所觀嘅嘢都唔喺度，觀想呢回事亦都唔喺度。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坐嘅時候咧，當你能夠入定嘅時候咧，你又覺得呢啲嘢係好粗蒙嘅，觀係好多餘嘅，因為你一坐就入到啊嘛，咁你就覺得好多餘嘅，所以呢個叫橫，即係就。放低啊，唔使攻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当你到呢个时候咧，你觉得，因为你次次都能够攻到啊嘛，次次都能够攻到嘅时候咧，其实就唔使攻都现噶啦，个心都现出嚟噶啦。其实现出嚟嘅心系乜嘢咧？系非空、非假、非中。咁呢个小乘嘅小乘咧就难啲啦，因为小乘佢系呢一个有如涅槃啊，佢系偏空涅槃嚟嘅。佢系偏於空嘅，所以到最後尾都系要觀嘅，阿羅漢都系要觀嘅。小乘嘅橫咧就難過大乘啦。大乘一開始就，所以小乘同大乘唔同。小乘點解難咧？如果佢觀呢個五停心觀先啦，跟住咧就觀呢一個四念處啦，跟住別相念啦、總相念啦，跟住就四家行慧啦，戀頂忍慧世第一法啦，觀四諦十六行相啦，觀八諦三十二行相啦，咁啊跟住咧就觀呢個苦空無常無我啦，縮窄觀想嘅時間，縮短觀想嘅範圍，縮短觀想嘅時間，縮窄觀想嘅範圍，咁佢咧就見到十六心啦，見到十六心嘅時候咧。咁嗰個時候咧就證呢個苦集滅道啊，呢四用四個方向去觀啊，呢個證道十六心，咁啊證啊苦累智，咁每個有四個嘅苦累智啊，苦證智咁呢個咧見到十六個心，十六剎那嘅時候咧，
咁啊變咗咧就破咗見惑啊！見惑咧就係知見上面嘅問題，即係冇嘢嚟引誘你嘅啲知見上面嘅問題。咁啊跟住咧由呢個初果到四果咧就破八十一品嘅思惑啊！呢、這個正道嘅時候咧就八十八品嘅見惑，所以咧佢唔可以唔觀嘅，唔可以橫嘅，因為點解咧？佢唔知道啲嘢係由個心變出嚟嘅。啊！啲嘢係由個心變出嚟咧，係大成講嘅。佢唔知道啲嘢係由個心變出嚟，佢認為三世係實有嘅，所以小成就係小成啦。佢唔知道啲嘢係我哋嘅心變出嚟，咁啊，所以咧佢就唔可以用橫啦。佢一路要觀落去，觀落去咧，到佢見思畫斷咧，都唔係橫嘅。證咗阿羅漢，佢都唔係橫嘅，因為佢都係偏空涅槃。佢唔認為所有嘅嘢都係我哋嘅心變出嚟。所有的心都是个心变出来呢，这个是大成讲的，大成才讲所有的问法为心，这个是大成讲的。小成讲的心呢是讲到第六意识而已，没有第八识的，小成没有第八识，没有第七识，小成只是讲到第六识而已，即是佛只是阿含经只是讲到第六识而已，没有这个第八识，没有这个。因為我哋講咧，所有嘅嘢都係我哋嘅意識裏邊變出嚟噶嘛，所以意識佢係講到第六識噶嘛，第六識唔可以變嘢嘅，第八識變嘢噶嘛，第八問法為識嗰個第八識變嘢嘅，所以雖然小乘都係第八識變，但係佢唔知道有第八識呢個名，所以咧佢唔認為咧啲嘢係個心變咗嚟嘅啊，小乘從來都冇話過啲嘢係由個心變出嚟，啲嘢係由個心變出嚟咧，呢個係大乘講嘅。所以小乘咧應該係冇橫嘅，因為冇話誒啲橫定啲嘢都係個心變出嚟。我哋個心，我哋啲能變嘅心喺邊度咧？咁啊變個心原來都係假嘅，能變嘅心所變嘅嘢又係假，能變嘅心又係假，所有嘢都係假。咁啊靜落嚟啊，靜落嚟就變咗靜啦，變咗橫啦，變咗放咗呢個心啊。所以話呢個心咧，心究竟呢個心有生滅噶？有冇生啊？有冇滅噶？咁呢個咧，證咗道之後咧，咁就唔會再去理個心啦。因為你觀係用個心噶嘛。啊，證咗道，咁你當你知道呢個心啊，知道覺得你觀下，覺得呢個心，人哋都係我哋個心裏邊，所有都係我哋嘅心，係個心喺度搞鬼，我個心話有啊有，個心話冇啊冇，所以咧。都是不要理的，也都不用觀了，那這個叫橫，所以呢，很多人呢，一數二除三指四觀，個個都知道了，這個知道做什麼，但是橫呢就不知道了，所以橫呢，現在來講呢，就小乘是沒有橫的，因為小乘不知道個心，問法為心，所以他這裡呢，橫者，被知觀從心生，若從切境，此即不回本源，应反观观心，此观心者从何而生？从观心生，为从非观心生。所以咧，这个观想究竟系由个心里边生啊？个生喺边度出嚟咧？我哋嘅心喺边度咧？所以咧，你就会放低啦。佢呢个咧就系大成嘅观法。所以咧这个咧。皆不可得，非不滅生，这个心究竟会滅呢？如果心会滅的时候，滅了之后又何来起觀呢？是吧？如果这个心不滅的时候，那又怎样正道呢？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放低它了，放低它的心了，即是能觀的心是空的，能觀的心是空的，所觀的境亦都是空的，能所兩忘，能所兩忘的时候呢，非有非空能所兩忘，咁啊呢個又冇觀想呢回事，所以叫三輪體空。但能夠達到三輪體空咧，這個正初地啊。如果小乘有咧，咁就大件事啦。佢一阿羅漢佢就即刻初地啊。咁阿羅漢同初地咧係爭好遠嘅。咁啊，阿羅漢咧只係定見思惑啫。呢一個菩薩咧，菩薩係斷埋呢一個塵沙無明惑啊，塵沙惑同埋無明惑。塵沙惑咧就唔知道咁多塵沙咁多方法去度眾生，
咁你咁就一路要流轉啦，一路要唔係流轉嘅，一路要轉世啦，即係要學方法啊嘛。咁啊，每一世學啲，每一世學啲，積積聚聚埋。咁啊，跟住咧，咁你一路要做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智慧。當你做布施，做到三輪體空啦，冇能布施嘅我，冇布施嘅對象，亦都冇布施呢回事。咁啊，做咗啊算，做到啊算嘅時候咧，咁啊還啦，咁啊放低咧。咁就進入北施已境啦。北施已境咧，咩叫北施已境咧？北施已境就係見到啲嘢咧，非空非有，亦空亦有，相忘相照，又當啲嘢係唔係實有，但係咧亦都唔係空啊！即係我哋而家咁啊，呢個正道嘅人咧係叫做遊戲三昧啊，遊戲三昧做人咧啊，做人做菩薩咧。佢都係玩嘅啫，都係個好似遊戲咁，好似遊戲咁，因為唔係實有嘅，唔係實有嘅。但係你攞咗個身體啊，你同佛菩薩請應攞咗個身體落嚟嘅時候咧，嚟到呢個世界上面咧，咁你原來過生活嘅，咁你唔好當啲生活係真，亦都唔好當啲生活係假啊！你唔好當度眾生係真嘅，亦都唔好當度眾生係假。見到嘅嘢咧。你就隨機去到啊，順自然啊，順自自然，你自然會到噶啦，因為你係菩薩啊嘛。見到眾生有苦難，你自然去幫佢。幫完之後，你亦都唔好諗住你度咗眾生。咁呢個叫做遊戲三昧嚇嚇，冇能布施嘅我，亦都冇布施嘅對象。咁你登錯地啊！到二地咧啊，冇能持戒嘅我，冇持戒嘅對象，有冇持戒呢回事？咁啊，登清淨地啦，咁啊，一路咧，呢一個嘅布施持戒方便願力智，呢個十地圓滿，咁啊，呢個咧就叫做定，所以咧，呢個宏啊，睇下佢點樣宏者嗱正宏，呢個宏咧就係放低個心啦，咁點樣正咧？正宏者心慧開化，不加口力，所以咧。你對所有的境界一坐下去的時候自然非空非有亦空亦有相忘相照因為為什麼呢如果你是證了道的時候你看的東西呢就不是實際的因為你知道是假的嘛它可以變的嘛因為證了道的人呢它可以解散的東西可以組合的東西就是這樣叫做證道你有能力 去解散的東西還有有能力去整合啲嘢，咁你知道啲嘢就唔係真噶啦，因為點解咧？你有能力去解散佢啊嘛，我唔中意喎張凳，我唔中意張凳係四方，我整完佢啦，咁你一想佢就完咗，咁你覺得佢唔係真嘅，樣樣嘢都隨你嘅意去變噶嘛，因為你係菩薩或者你係鬼神，你都可以變嘅，但係鬼神就能變咧啲世間嘅嘢啊，世間嘅嘢鬼神就能變嘅，佢要變嘅時候要用好大能力嘅，即係佢要做俾你睇啊，所以你共能撞到啲鬼可以做到啲嘢就咁解。因為好大嘅能量，可得嗰啲十冤九仇啊，嗰啲啊，著紅衫嗰啲，咁嗰啲咧，就會喐啦，即係要整喐啲嘢都難啊！而家點佢報仇用乜嘢啫？係嘛？飛把刀過去咪得咯？你用心移動把刀，你用心去移動啲實物係幾難先得㗎？鬼可以變把刀，但係吉你唔死㗎嘛？但係你要移動把真正嘅刀，咁啊要用好大能量嘅，除非佢好大嘅冤仇啊，好大嘅力量啊，好大嘅嘢，佢都係嚇你啫，嚇到你自己撞埋佢啦，咁你唔使你自佢唔使咁使吉你。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當你證咗道之後咧，你就知道所有嘅都係空噶啦，因為你再定生一眼一睇嘅時候咧，照你嘅意思嘅你。我呢間房我擘大對眼，四方嘅，唔中意要完佢，咁佢今日又變完咗，咁就所以你知道啲嘢係假噶嘛？即係啲嘢全部都係假嘅，你啲嘢可以喐嘅，可以變嘅，可以成，咁啊呢個就係假噶啦。咁你不思議境，但你係要度眾生，咁你都喺呢個世界上度眾生嘅，咁你都要和光同塵，都要同佢哋一齊生活噶，同佢一齊生活，同佢一齊生活嘅時候咧。你就要同樣嘅樣啦，同樣嘅食物啦，同樣嘅嘢啦，同佢做同樣嘅嘢啦。但係咧，你嘅心係好清醒嘅，你知道呢個世界咧係假嘅，所以係一場遊戲嚟嘅。你有時咧，有時要度眾生啊，要幫邊個咧？咁你係一場遊戲啊，幫得到啊，幫唔到啊，幫
幫唔到算數。咁啊，呢個咧，呢個咧就橫者心為開發，不加口力，任運自能破折，反本橫圓，名為正橫。所以咧，呢一個咧正咧，正呢個橫咧，就係話唔使用力去思維，唔使用力去乜嘢，你係知道所有嘅嘢咧，都係我哋嘅心變出嚟。我哋嘅心唔喐嘅時候咧，所有嘢都唔會發生，所有嘢都冇嘅。啊，所以所有嘅嘢亦都冇嘅。嗰頭打大交，你可以覺得好清靜，好靜都得啊。啊，所以鬧市裏邊喺呢個焚興能呢、這個永入羅騎定，呢個焚興咧可以入羅騎大定嘅。啊，呢個六祖嘅六祖啊，六祖嘅八色偈啊，呢個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啊，呢個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住而明鏡啊，呢個五百六七果因轉啊，呢個鄧全明言無實性啊，若依轉處不留情。焚興永入羅騎定，所以咧唔好執著佢轉八色成四字。如果你唔執著轉八色成四字咧，果因轉即係有咗個果，然後去推個因嘅。咁啊，所以咧你唔好理嗰、那個理嗰個轉唔轉咧，你自然咧就唔理啦，就清淨啦，個人就清淨啦。所以咧你做每一樣嘢。你都是羅騎大定，入羅騎大定都是定嚟嘅，因為點解咧？你嚟到呢個世界上，你就要幫助眾生，幫助眾生，你幫唔幫到佢咧？係呢個係因緣嚇，你自己係點樣樣，亦都係因緣。你要變乜嘢，亦都係因緣啊！呢個咁啊，何況你未證道要受業丁啦，有業丁啦。咁你冇講冇業嚟講咧，你淨係幫人咧，咁啊～咁啊！呢個菩薩就一定係冇業嘅啦，菩薩一定係一還曬嘅。如果你話仲要還業嗰啲咧，好低嘅，即係低嘅菩薩啊！如果你話到發生大事八地咁，你啊觀音有業咩？冇業啊嘛，冇觀音嘅冇業啦，因為八地啊嘛，八地就係發生大事。但係你八地之前咧，仲係可以還業嘅。咁啊，所以咧呢一個。正橫者高度安靜的狀態，心智控制能力強，任何情況都能運用自如，所以咧每一樣嘢都可以東逼打西逼。禪宗問佢正咗道未啊？橋流水不流，東逼打西逼，即係佢想點就點啊！即係東逼打西逼，你話點會正到咩？東逼哎呀，琴日見到東逼打西逼喎，東即冚埋個西逼度，你中意冚咪冚咯，唔中意冚咪唔冚咯啫。所以咧呢一個境界嚟嘅，咁啊呢個咧係任運自然咁解，即係可以改變啲嘢，可以做任何嘅嘢。咁呢個咧就叫做橫啦，橫咗之後咧就清淨啦。咁啊修淨者知識淨故，不起妄想分別，受想行識亦復意思。色妄垢，色垢是名止，是名修淨；色分別垢，是名修淨；色取我垢，是名修淨。佢要言之，若心能如本淨，是名修淨；亦不能得能修所修，及淨不淨，是名修淨。嗱，即係修淨咧。其實咧，你個心清淨，唔起分別，唔起分別嘅時候咧，冇妄想，冇妄想，識妄想教嗱，冇妄想，冇分別，冇能取嘅我，咁冇能修所修啊，所以我哋講咧。修無可修，學無可學，含機對物，光明磊落。啊，即係修無可修，因為咧所有嘅修行咧，只不過係等你有嘢做啫。啊，即係好似聖一法師啊，仲係廣音老和尚，廣音老和尚開咗悟啦，咁佢仲喺度攞住個木魚，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臨死嗰時同攞個木魚出嚟打阿彌陀佛個。
咁你老法师正咗道，仲要念阿弥陀佛咧？咁啊，唔念咁啊，念乜嘢咧？唔念可以唔念噶嘛？咁唔念个心去咗边咧？唔念，唔念个心，个心去咗边？咁你唔使理个心去咗边噶，唔理个心去咗边，咁个心咪乱咁嚟咯。咁就所以呢个系你赖住个嘢啫嘛，啊赖住个嘢，唔系真系要求生净土，定唔系求生净土？所以叫凭夫小欲缘无事。只要騰龍認得聲啊嘛，咁啊講呢一個花燈會，咁啊小姐咧就小姐咧見到個佢個意中人，咁啊小友小友小友啊小姐做乜嘢啊小姐做乜嘢啊，咁冇嘢啊冇嘢叫，即係想引起嗰個騰龍嘅注意，係想引起意中人嘅注意啫，所以一陣間走一陣又小友小友小友，咁啊睇下。對方會唔會望過嚟？因為你啊，所以咧呢、這個叫阿彌陀佛或者念阿彌陀佛嗱、啊，所以聖一法師開咗五嘅食齋念佛啊嘛，你食齋念佛啊，平時食齋念佛噶嘛，咁食齋念佛都唔開悟都念得噶，咁點解開咗悟仲要食齋念佛咧？開咗悟唔係就開悟咩？開悟咗後咪做乜嘢都得啦，亂咁嚟都得啦，咁即係任性啫，係嘛？咁你開咗悟咁又點咧？咁你開咗悟咁啊，人一世流長，咁你點咧？唔使做嘢啊！啊，你唔使做嘢，所以開咗悟一樣念佛。你見古德用開咗悟有冇唔使收嘅？冇唔使收，一日收到黑係嘛？係虛宏老和尚講經又成嗰啲，咁你都係要做噶。啊，所以咧呢一個咧係唔好分別啊，唔好分別正抑或唔正，唔好。總之處喺冇分別嘅境界，冇分別嘅境界，所以咧呢一個能所兩忘，所以咧呢一個同禪宗嗰個不思善不思惡係一樣嘅，所以條條大路通羅馬，到最嬲尾都係不思善不思惡。咁啊不思善不思惡，隨是名相助本嚟面目。咁啊做到最嬲尾都係不正，都係不思善不思惡㗎啦。你個心都係清淨嘅。不過大家所採取的方法不同，禪宗呢就是用個善口方便，所以我們這個禪宗呢是這個種威水的佛那個，即是啲如來，所以呢這個如來呢是教你呢是次第的，即是教你靜坐，靜坐呢啲係如來禪喎，有觀啊，有止啊，有收觀啊，有靜坐啊，呢啲係如來禪喎。祖師禪咧，呢、這個仲威水，不過呢個係上根嘅，唔係話如來唔係唔講呢樣嘢，而係上根先至做得到。但係如來講嘅嘢係個個都要收得噶嘛，由啲最初嘅初基收到最上根嗰啲都收得嘅。但係六祖講嗰啲係上上根氣嘅，上上根氣嗰啲人咧。咁一開始咧就截斷個煩惱啦，就喺呢個不思善不思惡，啊隨是名相在我面外面目，馬上就唔喐啦，個心唔喐，個心唔喐，唔喐都係要喐噶，唔喐都係要喐，唔喐都係要喐。咁啊呢個咪講咯，我此法門以無念為裝，無相為體，無住為用，唔好住啦，唔好執著啦，唔執著仲係要執著喎，唉唔執著仲係要執著，俾樣嘢你執著啦，執著個話頭啦。九子有佛性，九子冇佛性。啊，念佛是谁拖住个死尸系边个嘅？咁你一路谂住嗰样嘢，拖住个死尸系边个咧？啊，呢、這个问法归一，一归何处？咁呢啲系冇答案嘅。你揾到个答案，你系大件事；揾到个答案，你系出定啦。所以你一路冇答案，一路拉拉拉拉到成个思想都系死晒啦，剩翻嗰句嘢喺度。最嬲尾咧就俾人哋打一下，跌咗落地下啊！咩呢、這个？呢、这個激觸啊，呢個總言之，乜嘢突發嘅情形咧，將嗰個念頭截斷咗，前念已經去啦，後念未嚟，嗰個就係正空性啦，嗰個就係正空性。所以咧，所以同呢個係一樣嘅，这个、呢個咧就係、是、收觀收，哎呀，覺得個心，所以咧我哋嘅心觀出嚟嘅，我哋收呢個四尋之正四如實智。啊！所有嘅嘢咧，都係我哋嘅心諗出嚟嘅。我哋要個反察，咁我哋有個意念，意念一起嘅時候，個反察現出嚟啦。呢、這個反察咧係冇自性嘅，因為冇樣嘢叫做反察嘅，因為你想個反察，所以就有反察。
你想第二样嘢，佢就想第二样嘢。同样系嗰堆分子、嗰堆粒子、嗰堆玄学说，你想佢做乜嘢都得嘅。你叫佢做反贼又得，叫佢做不又得，大家都系同样含量嘅啫。不过有啲唔同啦，佢嘅结构、佢啲结构、嗰啲分子结构有啲唔同啫。啊，所以啲佢系都系嗰堆嘢噶啦，就系大家原料都系嗰堆嘢。咁所以咧，呢个咧系冇。冇一樣嘢叫做粉刷，冇一樣嘢叫做粉筆，冇一樣嘢叫做山河大地，係你自己去塑造出嚟嘅。所以咧，所有嘢咧都係歸空。當你唔塑造嘅時候咧，所有嘢都係空。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嗱，所以咧啊，呢個你唔好諗修行，唔好諗唔修行啊。呢個叫做不思已境。所有嘅嘢咧，非空非有，亦空亦有。相望相照，所以咧，我哋讲《金刚经》，你睇听到个《金刚经》啊，你听过最后尾嗰句偈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呢首偈系包含咗全个《金刚经》嘅意思，因为点解咧？佢喺《金刚经》嘅最后尾啊，最后尾嗰度嗰句嘢系结尾啊嘛，即系总合咗全经嘅意思啦。所以这个六个嗱，古德啊六祖讲到《金刚经》咧，都冇提到呢样样嘢嘅啊，佢可能佢唔讲嘅啊，所以咧呢个《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露电啊呢、这个，所以咧一切有为法如梦。夢就是空的，所以是空的，一切的東西都是空的，因為是假的嘛。夢裡明明有六趣，過後空空無大千，這個是小乘的波野，小乘的智慧認為一切的東西都是空的。大乘呢就認為呢一切的東西都是夢幻，都是幻化的，假的，假有，幻有非空，假的，所以呢不要當是真，不要當是實有的，也不可以當是空。你見到碗飯喺度，你亦都唔好當佢係假嘅，亦都唔好當佢係真嘅。當佢係真嘅咧，你就嫌啲嘢好唔好食噶啦。我今日都唔想食呢只米又唔想食呢啲飯，你又特登俾我食。咁啊，呢個咧，你唔好當佢係有嘅，有就食咯。啊，亦都唔好當佢係真，亦都唔好當佢係假，因為假你唔食咧，你就會餓死噶啦。你攞咗個身體，你唔食你就會餓死。所以咧，呢個係假嘅。大乘咧，就係呢個小乘。是收空的，一切又话如梦，咁啊大乘啊幻有啊，一切又话如梦幻泡咧，泡咧就系泡沫，泡沫咧就出边嗰个系空嘅，入边系有嘅，吓、这个亦可非空非有啊，呢个泡沫咧啊呢、这个系有嘅，入边咧就系空嘅，真系泡沫系空亦话有咧，你话佢系空又得，话佢系有又得，所以非空非有啊。呢、这个非空非有啊，呢、这个泡沫啊，梦幻泡啊，呢、这个梦啊，呢、这个梦呢、这个梦啊，知啦，系假噶啦，呢、这个空啦啊，幻就有啦啊，空有影咧，梦幻泡影啊，呢、这个人喺度，咁啊有个影出现啦，有个影出现，咁啊呢个咧，亦空亦有，非空非有啊，亦空亦有。而家亦空亦有咧，你話有個影，一定有個人喺度先至有個影啦、啊。啊，所以咧，亦空亦有，你話佢係唔可以話佢係空嘅，亦都唔可以話佢係有，佢係亦空亦有。呢個咧亦空亦有。咁呢個係花嚴嘅境界嚟嘅。啊，呢、这個係就係、是、呢個係法花，呢、这個係花呢法花啊法花嘅境界。呢、这個法花，呢、这個係花嚴。啊！亦空亦有啊！呢、这个咁啊，梦幻泡影如露，露就系非啊！呢、这个空有亦空亦有啊！呢、这个非空非有，相亡，两个都冇啊！太阳一出，露又冇，水又冇啊！呢个露会相亡啊嘛！电梦幻泡如露亦如电。电咧呢个相照啦，啊相照，啊所以你话系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即系空有非空非有，
亦空亦有，相望相照。如果你将呢个套埋咧，你就系不思议境啦。你能够睇到呢个就系不思议境啦。如果你攞到其中一个咧，你系部分嘅波嘢，小乘攞到个空，啊大乘攞到个有，啊呀圆教先至攞到究竟嘅。咁啊呢个咧，呢个就系圆教啦。法花圆教咧就非空非有，法花就攞到非空非有啦。所以法花咧。但是原教先至，即係知道所有嘢唔係空，亦都唔係有嘅。所以咧，空又好，有又好，啊，這個花言咧就唯識嘅。嗱，這個泡影咧係由呢個中觀變出嚟嘅，由中觀變出嚟嘅。啊，呢個花言咧係唯識嘅，唯識變出嚟嘅，唯識變出嚟啊。咁呢個係偏空，呢個係偏有，啊，呢個偏空，一個偏有。這個空呢是偏於我們的性，我們涅槃，這個涅槃，在這裡做的涅槃。花嚴呢是菩提，度眾生的方法，菩提。啊，所以呢，整個東西就很清楚了。所以呢，如果你知道所有的東西都是空有非空非有，亦空亦有，相望相照，啊，兩個都可以沒有，兩個都可以有，那這個呢，就是不思議境，這個就是靜的境界了。所以正正是如是修对，豁然心相应，无妨方便，任运开发，正三昧现受啊啊！此时心如止水，妄想全无，一尘不起。咁啊，呢个叫静啊，呢个静就唔使修嘅，一开始就系知道所有嘅都系静。所以咧，静咧就系话，当你要。当你修这个当你要度众生，或者你的人究竟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些什么呢，是吧，那么做些什么呢，那么搵钱搵到几时呢，是吧，李嘉诚搵到几时呢，黄台之瓜摘到几时呢，瓜仔都摘了，是吧，所以呢又摘到幾時呢，你摘不完的嘛，啲瓜係嘛？咁啊，所以呢你係咪要揾錢呢，啊，何況你仲係迷失咗添？一開始讀完書嘅，跟住又結婚，結完婚，跟住又養仔女、養老婆啦。結完婚養老婆，養完老婆跟住養仔女，養完仔女咁啊，跟住供佢去，咁啊，跟住又退休啊。退休嘅時候呢，本嚟住得好好地層樓嘅仔女又冇地方住，咁啊逼咗你安老院，咁係咁上下嘅啦，咁係咁上下，咁啊完咯，咁啊一世玩完，咁下一世再嚟咧，你究竟帶咗乜嘢落下一世咧？有乜嘢帶咗落下一世？會帶咗啲福報落下一世咧？冇啊嘛，都冇種到福係嘛？你淨係顧自己啫嘛，淨係顧自己，自己都顧唔掂，咁啊一世咧。呢、这個環境逼人啊，一波到一波，一浪到一浪，平平安安都係好辛苦嘅，平平安安都係一浪逼一浪。咁啊，如果你問一唔好彩嘅一門生結係嘛，生呢個小兒麻痹症啦，地中海貧血啦，同時都求證，哇！咁你三個照顧咧，你一世都揾完。所以咧，你咁夠膽嘅，點解敢結婚啊？又唔見你哋。點解會咁生仔呢？你唔怕生出嚟嗰啲係一唔三結咩？咁所以你話會唔會咁啱輪到自己嘅？誒，睇電視一啲冇咁啱啊！如果有咧，你係大件事啊！但係即係你唔好話冇咁啱，你唔知你做到乜嘢業噶嘛？喂，因為呢啲好難講啦。所以人生一世，咁你話誒咁而家都過大半世啦嚇，我哋68歲都過大半世，過大半世咁你點咧？個大半世，所以剩翻落嚟嗰啲時間要好好地運用啦。咁你咪做好咯，淨係做好事，唔好做壞事啦。至少咁啊，咁食齋咯，念佛啦，做好事咯。咁啊，唔好做壞事啦，唔好偷呃拐騙啊，唔好剩啊。咁跟住咧，就要積去下一世嘅資糧咯。下一世阿彌陀佛道去到啊最好啦，去唔到你諗。想去不到的時候，你有沒有想去到的，實去到的不用積福報了，所以呢你去到都可以積福報都好的，去到那邊這個大佬去淨土都漂亮一點，你要四層的嘛，你整個繁盛同居土，不如整個實相莊嚴土，實相莊嚴土你不如整個
整個下呢個十步莊嚴土，咁啊方便有餘土十別十節啊呢個啊，所以咧呢一個人咧又好得意嘅，所以人究竟要做啲乜嘢咧？咁啊啊，所以咧大家仲係要思考下啲人究竟要做啲乜嘢咧？得閒冇事咧，靜下心啦。所以我哋做嘢嗰、那個做嘢個大媽，佢就話：哎呀，第日少啲上嚟啊！點解？個老公啊退咗休喎。退咗休，咁啊退咗休，唔係退咗休，退咗休要陪下佢，咁啊要陪佢啊，因為佢嗰啲老人痴呆症，佢唔記得閂門喎，去到街唔記得閂門喎，啊有時咧瞓唔著咧，三四點啊走落街唔閂門，咁唔知去咗邊，哇大件事啊，大佬又要綁著嗰啲定全球定位嗰啲手錶俾佢，到時要揾下佢，咁啊夠難咯，因為人就係咁咯，就係咁過一世咁，你有咩意思啊？嗱，如果你自己啊，自己一個人嘅慶幸冇事嘅，冇事咯，有事咪入醫院咁，有事咪入安老院咁，冇問題噶。但你最慘，你仲有第二個咧，第二個嗰啲人，冇人你啲仔女啊，廿二嗰啲更加冇得講啦，係嘛咁嘅。但係如果你話你老公咁啊退咗休，哦又要照顧，哦唔知點照顧咯，因為真係玻璃肺，一陣間又成，哦有排搞，所以咧。人生咧就係咁咯，所以咧唔好行錯路嘅嚇。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咧就咁啦。所以咧，我哋咧嗱，今日講到嚟呢度先。我哋下一次咧就講呢個小子宮啊，小子宮啊，小子宮咧就呢個六妙法門咧就講到嚟呢度先。